在啥子病得？我为啥子来学会大病？我说我一年要感冒四次，换季都要感冒，我就是有点毛病。但是啊，自从打了那半年多来，我一次都没感冒。各位啊，我希望大家朋友继续坚持下去。哎，每时每刻可以，只要有空可以去打。我给我们啥说的？